缘，我把好坏皆因缘，慈悲关怀造造缘。每想最近来说，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一早起大家有较早起来无吼？讲上灶君啦吼。今日呢是咱国历的二月初五，农历的十二月二四，过五天啦吼。围炉的围炉啦吼，啊休困的休困啦吼，啊正月初一念咪就到啊呢。啊，咱讲年头年尾烧高温啦吼，嘛是爱注意。安全健康，然后这是最重要的吼。讲年尾得要交年头，这嘛是一个吼。有个人讲啊，这种大节气吼，老大人爱较烦恼啦吼，身体较无健康的人，应该嘛是爱较注意一下啦吼。啊，所以讲年运有时阵呢吼，啊过年时啊，大家几家欢乐，但是也有几家愁啦吼。来，请咱的母娘来给咱庇佑。要提保佑保运真经，净身心经啊吼，净身。静心心经啦吼，静心真经，敬仰无极无量亲，一统大道天地人，至上神威在高天，三十三天上主人，讲无极相魂演相称，阴阳自然化神形，装修圣灵化光明，虔诚供养宣真经，后天。无极大善真，四福众灵应定生，诚心奉香无极庙，皈依三宝有慧真，真灵明照神威现，
诸天三界各有名，圣灵传讲盖诸天，无极至尊无娘亲。心灵明晓，心为变，诸天三界各有变，圣灵传讲盖诸无极无娘亲，善恶分明。祭拜无极无娘亲，愿受神通。三拜无极无娘亲，保佑安宁。来，我们听到这一段，然后，咱今麦咧讲到吼，造神。关山民事家五腊月二十三祭拜灶神，什么叫做关山民事？关二十三吼，啊民二十四吼，啊某人讲吼，家庭用当时的时阵来接神，啊就是讲关山民事家五腊月二十三祭拜灶神。但是呢，咱二五就接神啦吼，灶呢吼，就是讲，你甲恁管理灶神的职责，就是咧即将着这个灶会管理饮食，吼、哦，恁有讨债也无讨债啦吼。后来咧，扩大甲考察人间的善恶，以降福吼，也、是讲吼，咱讲这灶伫中国民间呢有几千年的历史啊。造神的信仰是中国百姓以咱这个衣食友谊啦、梦想追求的反应，所以民间传统上的祭灶是伫腊月二十四啊，吼，南方大部分的地区赶快保持着这个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的吼古老传统，所以对清朝啦吼，啊，甲咱这个帝王家腊月二十三就举行祭天，所以叫做关山，吼、哦、关家二十三。就开始拜，喏、哦，啊，咱讲吼，要接生开枝啦，顺便甲灶王爷嘛拜，因此北方地方呢，拢是这个腊月二十三就过小年，然后，啊，咱讲这咱都免去甲研究啦吼，因为知影就好啦吼。伫咱每一工啦吼，每一工咱的随缘随际，如果那是讲吼，啊，听每双来在讲节目啦吼，啊，恁若听了。有感觉讲倒一搭无好势，还是讲了无妥当，还是听了感觉有倒一搭需要，吼，甲每双改进的。咱的现场开放是线电话5966449，电话都会上利用啦吼。咱若有事者就拍电话起来，甲大家拜年啊吼。啊，老大人吼，精气神还阁足好个吼，咱嘛是爱替伊吼，足欢喜个安尼。我们现在来分享道义中的道义一，什么叫做道义中的道甲义是安怎分别的吼？道甲义，咱咧讲传统，也是宗旨，也是自创教，甲即嘛，咱一直拢以义吼来传道，就义来弘道，吼这种的传教的方式不断发展。重大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教派之一啦吼，所以道教是咱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嘛是咱的教义理理深深，都已经甲咱这所有人民来扎根啦吼。中华道统文化之中，道教拥有的
众人贵姓的思想，主张修炼成仙，追求长生不老，就是讲追求长生不老啦，追求长生不老。啊，咱要保全咱的生命甲健康的宗旨，那当然啦吼，咱的道教以种种的方式、种种的方式来传道，可见伊的教义文化中的吼，这个医学会使讲是渊源真深啦吼。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都是在讲到道家的文化和中医的文化，所以说到这个中医玄学论一直是在讲同根生长、哦、所以说这个道家的玄学论也是在讲到人的气息和人的能量和我们人的五行、哦、五种六物，六物就是众神，叫做六神。所以他在我们赞美的时候，他也是会去讲到这个，所以道家文化和中医的文化一直是同根生长、哦、这两者的法源的母体来自于上古原始的叫做巫术的文化、哦、巫术的文化又是以道家经典为道德经开始，中华文化的起源易经、哦、以及阴阳五行学在讲的理论来的是、哦、他的这个理论甲、哦、基础、甲构建自身的理论、吼、哦、体系，这可见呢，吼、哦，这拢是吼、哦、紧密的联系啦，吼、哦。所以咱讲道医，伫咱这道书中称为叫做道书的医书。道教中有特殊特别的这内涵，有一种术语啦，吼、哦。啊，指的就是讲专门负责医书事务的人，是这个《太上灵宝五符术》内底当中都记载：三思相欲人士，故欲拱手处之威也。凡道书医书呢，但知暗风治，吼、哦，暗风治心，暗方法来治心，而不知服师在人服中。服师就是咧讲啥？有咱呢？去予咱无形的卡着，叫做服师。吼、哦，咱现在医无效，因为药力哦，咱的药啊，是安怎医这个人医无效？这个人因为有服师在腹中，就是啥？咱讲婴灵囡仔灵，吼、哦，像咱即马科学在讲的，讲婴灵、吼、哦、胎灵、吼囡仔都出世就无去的这种的，啊是讲你有去拄着业力业障冤亲。啊！是拄到外来的因素，有只往昔的鬼，吼、哦，到底你的身躯，这呢，医生拢无法度医的。啊，医生无法度医，道术医就是咧医啥？道术医就是这些作为传教的这个方式，就是道术医本身为了传教主要力量，画符、化煞、消灾，这就叫道术医啊。吼、哦，啊，恁人道团，吼、哦。传道、哦、通常不只是一种行医的方式，因此在民间呢，对这个道术医的这个著、哦、著作有真侪无同款的讲法，有单医、有阴医、有左方医，吼、哦，左方就是咱咧讲的有方术啦，吼、哦，有这个草药医用青草，吼、哦，也佫有这种吼、哦，咱讲心性所传的，吼、哦，咱会当伫咱的身躯引起共振的。好、哦，就是讲拍打工，这拍打工大陆也是非常风行。好、哦，这就叫做道术医啦，吼、哦，也、啊、是讲法术医，也、啊、是讲阴医、单医，就是用咱的弓，好、哦，在拍叫做单弓，然后会当拍这个人的胸骨，让这个人呢引这个胸骨引起共振。你那是对一打血路塌掉了，还是对一打会气脉无通？好、哦，你用拍打工是有用的。好、哦，派打工是有用的。好、哦，做些不同的叫做，除了与他们的行医方式有关，也个是对表面上咱明白的。咱常咧讲中医玄学论，中医嘛是甲咧讲，啊，你食这个中药啊无效，为啥来无效？你去学西医看啊无效，伊就叫你去问神啊。神就是啊，神就是叫做巫医其中的一种，也叫做道医。好、哦，啊，咱道术呢，吼、哦，去甲学，咱道术去甲学，还是咱一般的服务人员去甲学，学咱的心性，降服咱呢，吼、哦，即所有的方术，就换咱人来替神执行，但是福还是爱兼用，吼、哦，咱对着这个啥，无咱来讲吼，凝血凝医，你要怎么把它凝，把它的凝医好，哎，你要借助香疗。
借助香料深入，所以讲隐衣单衣，吼、哦、草泽衣，吼、哦、就是咱讲今下这个风俗的这拢是啦。吼、哦，伊个关键是伫对，唔是干那为表面个咧衣尔。吼、哦，所以咱有足济复杂性、多重性的人到底破什么病？医生医袂好，为什么？有个人皮肤安尼，直直痒，什么款的医生？吼、哦，食什么款药啊？包括皮肤科安怎医拢无好，伊那是因为是因果关系，那因果关系就要因果医啦吼、哦。所以讲吼、哦，道医入道从医的经历，吼、哦、它有关历史上有可考的有足侪种啦吼、哦。道教经历一般有四种，他们之中呢，吼、哦、有足侪吼道门世家。主要就是安怎，伊就会当修医吼、哦，啊修道学医，修道学医。像你看《倚天屠龙记》哇，啊你又看张无忌啊，张无忌伊去对着一个吼、哦，咱讲会晓甲人医病草药的医生，那伊呢，逐项拢总会吼、哦。这就是咧讲，人有这个道医，有行道的道医，啊嘛有道门的世家。吼、哦，伊咧细汉就学啊，近代甲红就是啊，吼、哦，近代这个甲红先王就是啊，吼、哦，伊就是道医啊，单医啊，吼、哦，这呢是崇尚道教学说，并且根据自己的兴趣钻研出他自己的医术，吼、哦，魔山有三魔真君呢，吼、哦，哦，有咱这个扶贫救助的这个魔山的三魔真君，吼、哦，有辟邪修心来中医的嘛有啦。好、哦，那边角仙翁嘛是呢，好、哦，古仙翁也是，好、哦，花朵仙翁嘛是呢，伊拢有修行，伊拢有修道，好、哦，这拢叫做道医，好、哦，然后呢，大为，好、哦，成为了，哦，咱讲德高望重、医术高超的道士。虽然因立志在迄、那个吼庄卡呢吼、哦、来修炼，来山顶修炼，好、哦，底下吼，滴讲，好、哦，咱讲。用这个吼道医吼来医病嘛足济吼，用咱的术来医嘛足济，用丹来医嘛足济，所以就炼丹啦、丹术啦吼。伫咱即马东汉吼的时阵，咱讲五道米教的创教者就是张道陵先师吼。伫南朝吼，会使讲是著名即道学，伊是一个学者，道教的学者，医术学家呢。吼、哦，陶弘景啊，一个孙思邈，吼、哦，刘万寿等等道教书家等等大名的道医呢，吼、哦，拢有伫个这个道宗内底留下着啥？留下着咱的《道经》哦，吼，咱讲养生啦，吼、哦，道教养生学，道藏里面有道教养生学，也医度这么多医学的人，吼、哦，拢伫个所在写册，吼、哦，人呢？春天爱食啥，秋天爱食啥，吼、哦、啊！冬天爱食啥，夏天爱食啥，食啥物？咱人就是对这个五脏六腑六神来对，甲咱的五常、甲咱的青草、甲咱人的食物、甲人的身躯是有息息相关的。啊，伊的青草都是有会乎你好的，啊嘛有毒的，嘛有迄个有毒素的。啊，但是以毒攻毒的嘛有啦吼、哦。所以咱是这批这么牛的这道医呢吼。哦唔仅是讲哦，伫只所有的民间立足以外，吼、哦，啊，佫流芳千百世，你知无？啊，所以拢极大的扩展了道教与道医的影响范围，所以有效去佮宣传啦，吼、哦，道教的宗教理念，同时也是提高了宗教，也是道教道医的社会地位，吼、哦，也佫是重视救病。吼、哦，我都医入入道学医的人嘛有，有个人讲吼，久病成良医，家己我都医到尾修道修道修修的，讲哎呦我病好去啊，换伊会当用伊家己呢，安怎修？吼、哦，安怎修的方式去治伊家己的病，成为一个良医嘛有啦。家己有病，到尾吼变良医的嘛有。所以道义中呢，还有一大部分呐吼，伫历史所记载，这呢吼拢游走伫咱民间小巷，吼、哦，但是呢吼，游走伫这个名山大川、山河济世，为道教呢吼，这个传统打下了深厚的这个民众基础。所以咱知影讲道教
发展出着无数的贡献。古早吼，你讲着道医啦吼，专门从事医术的吼，照医术来传道的道士足济啦吼。所以近代以来的道医呢，伊的范围愈来愈宽。就咱即马伫学的即、這个吼，中华传统医学中的一种重大的即、這个哦，即、這个咱讲派流啦吼，流派是安怎讲？那即马你讲人。在这个道教医学里面、哦、你不但你无法度解释，有时中医无法度解释，嘿，咱道医有法度解释。道医的医学道教追求长生成仙继承、哦、中国医学的成果，但是要内修外用的过程里面、哦、真正是无简单、哦、不只是你要有知识，也要有真正的技术，包括服饰外丹内丹导引、哦月咱的内丹的导引，以及带有乌衣色彩的仙丹灵药，甲这个符咒，还佫配合符咒。有个人若拄到问题的时阵，你就要用符替煞，用符压煞。啊，若有妖精也是来扰乱的时阵，你嘛就要用到道教的符灵，好去压煞消灾。不然就是要用合盖，好安尼去做这个工课。所以有时咱讲西医医一半。好、哦、咱若有带领的，还是讲精神系统有问题，或者是讲咱的病苦甲咱的这个灵功有问题，甲咱的累世因果有问题，这是要找道医啦。好、哦、道教的医术，伊就是啥，会当医啊，嘛会当甲你退煞，嘛会当甲你消灾。好、哦、所以讲吼、哦、道教单刀来底，还是讲以前吼、哦啊，咱的道学大书卷内底吼，中华道教大书卷内底，咧讲到这个道教的医学，雕木解说就解说足济。道教医学学的是伫咱这個道教文化中，吼、哦，伫甲咱讲的医药学，吼、哦，而且呢吼、哦，咱来促进这個道教吼、哦、来发展，就是会医病嘛，会医病，所以就能够促进发展。吼、哦、啊，所以讲这个医术甲这个医道本身嘛，含有道教修炼的特征啦吼、哦。所以咱讲咱人要修，就是要有涵养，过来就是要真正修有。吼、哦，道教医学唔仅仅是社会医学，嘛会当讲是一门宗教的医学。吼、哦，咱日本有真侪学者拢在学呢。吼、哦，咱这个菊原昭治，吼、哦，菊原昭治在其所著的《道教与不老长寿术》，就是咧讲。道教与不老长寿医学来对，伊就咧讲所谓的道教医学，可以就是说以道教为侧面的中国医学、中国医学，这拢是道教的经典来对的有啊，伫道宗六十四册来对的有啊，吼啊，所以讲伫道教医学可以在民间医疗还是民间信仰中，吼、哦，你有信仰的疗法，吼、哦，你就可以去见到说，哎，为什么西医没医好？而是道医来医学，道医就是来个庙里，和咱的神呐、啊，吼、哦，甲这个有修学、有修学的人，吼、哦，伊了解安怎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心性甲你医一半，道医甲你医一半，吼、哦，解释中可以看出道教医学与中医民间传统文化有足深层的关联呐、啊，啊，所以讲道教跟中国医学互相。有影响，互相有扎根的关系，所谓的医道同源呐、啊，医道同源，咱会当对这个道教医学做一个合理的牵涉啦，合理的牵涉、啊、所以咱讲有，就是咧讲到你了解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也无法理解梦境里种种的意识活动，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灵魂神子的观念，嘛就是讲哦，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这拢是宗教信仰甲祭祀活动。所以，作为人甲神灵的交流的这个中介，有便自然成为，吼、哦，咱即马咧讲的基。以前讲有，咱即马讲基啦，吼、哦。所以讲吼，随之在这个时代里面，远古的时期的社会当中，武术。以及文化参透在咱生活当中，较早阿嬷在甲囡仔修经同款的意思，吼、哦，靠一个鼎仔，吼、哦，啊，就囡仔就出代志，人外口去掘一个吼，啊，人在掘一个啥物去当着，吼、哦，啊，这个囡仔呢，胎位拄啊伫遐，胎神伫遐，啊，迄、那个囡仔就漏掉的，也是出问题，
吼、哦、啊，咱的家刀呐，藏伫个房间内底，啊，家刀藏伫房间内底，还佫较凄惨。胎神呐，都占伫遐，你拄啊，佮加三个，佮加落我，这囡仔嘴才怎啊起一刻？哦，嘴就起一刻。哦，这远古时代这个社会当中，巫术文化参透伫生活方面呐、啊，方方面面拢有。吼、哦，迄啰较早咱医学也袂科学也袂进展的时阵，咱甲神呢，吼、哦。会使讲是12万分的尊敬，是安那讲？你巫术是来指引生活，无论是人类降生，还是死亡，拢需要这道术啦。好、哦，疾病的治疗，好、哦、都离不开好、哦、这所有的方术。所以讲道教这方面呢，伫这足游内底，咱得讲到万古渊源啦，真正是有够深的啦吼。足、哦、游就是咧讲到较早的医病。安怎讲伊啦？符箓内底，吼、哦、神刀，吼、哦、伊就是有道教中的符箓，吼、哦。即所有的咒语，啊，过来就是针针灸啦，吼、哦、针灸，吼、哦。即足油内底就包括针灸，吼、哦。然后显示远古即个古术内底，吼、哦。所以咱定讲巫祝就是神医的主持者，道教中的道医，虽然不如巫祝在原始当中伊个崇高地位，但是即卖医术是承袭一半中医，会学中医个，一半就是道医，吼、哦，安尼咧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咱讲道教个治疗方式吼、哦，有足侪种个，吼、哦，而即个方式甲神呢有，咱讲有合作会神。甲咱了解咱的问题伫对，吼、哦，道医医一半，神嘛爱医一半，过来就是讲咱爱家己安怎去了解啦，吼、哦，了解讲宗教文化的东源之最，吼、哦，拢滋润了中国医学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成长。即马你来看西医的这个大经病院内底嘛涉入中医啦，吼、哦，啊，这中医呢嘛拢差不多，学习中医的人，他学会了很多的。吼、哦，咱讲道家文化内底，而且所有诶，吼、哦，咱讲道医啦、丹医啦，吼、哦，或者是讲啥物款诶功法，吼、哦，所以咱讲道教文化，吼、哦，要甲咱讲诶足济啦。既然是道医中诶医，吼、哦，道，咱讲道源因缘，吼、哦，就是咧讲以道为体，吼、哦，以医为用。咱若以道为体，以医为用。那道教，吼、哦，伊伫即个道法。吼、哦，众人贵生的教义，吼、哦，以修法，吼、哦，伊咧足简单甲咱讲，吼、哦，咱知影啦吼。关系着观念甲教义，吼、哦，咱知影讲主观甲动性是啥，最终实践的生活，吼、哦，将道甲医融合做伙。老子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啦，吼、哦，我命在我不属天地。”以一般的宗教的心灵主宰。吼、哦，所论的是无啥共，但是道义呢，立足于现实，目前即嘛生活当中啦吼、哦，关注咱人的健康甲良心，故道义可将道的虚无以一实用，圆融在一处。所以道义的这个因缘呢吼，甲、哦、宗教是无分别的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咱即嘛讲现在人，讲人道的情怀，吼、哦，很可贵啦。中华文化本来就是。以道为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果然人修道，吼、哦，咱讲人咧修道，便是向天地效法，用心、用性、用气、用神、用心、用气、用气，吼、哦，咱讲用神、用心，天人合一而诞生。可以讲道义由道而生，为道而行啦，吼、哦。所以这个道义呢？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了吼。
像袅袅反映缭绕，好海无风烟波浩渺，明日宫阙烟云长，海深美灵咸阳。霞漫漫，祥云飘渺，群山仙境，清波未解，庄严今生举子旗，马祖神光普照。往南一望，竹篮无忧，古迹安乐，自有苍生。起手赴愿，生荣住天后宫的南城，四海恩送马祖。像袅袅繁音缭绕，好海无风烟波浩渺，明日宫阙烟云长，海深美灵咸渺渺，群山仙境，清波未解，庄严今生。来，我们今天吼这一段要讲《道德经》，然后《道德经》《道德经》第六十九。用兵章第六十九，然后功夫兵也不祥之气，但看用之者何如呢？那就是咧讲用之有道，以修而不精深，以退而不精进，我无凌人之意，就是讲咱无要欺负人的意思，然后我嘛无好杀的心，但是吼、哦、要安怎去制胜？而全民命，吼、哦，咱今日得物饱而不亲失，今日咱来悟到，吼、哦，通人不足，多庭不平之气，所以咱就得讲混黑气之用的人，就是比较呢吼、哦，较好杀啦吼，啊，所以咱讲国家就时常常常咧战乱，所以咧甲咱讲用兵将，然后用兵将，这用兵将呢，讲建设人进退得失。茫然不悟，拢是安尼来送命轻生，即咱人先来安尼，因为咱未晓啦吼，未晓，所以咱嘛未晓讲变啊，民救世间人，吼、哦，用兵有言，我不敢为主，而为客。先来讲用兵有言，我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却。
用兵之道，古早人定讲个讲，我唔敢去吼、哦、做主吼、哦，啊唔敢进寸，啊唔敢退缩，吼、哦，这是咧讲着啥？咧讲着讲兵之孝，应者为客，地用者当先为之进，谦身自处者为之退，兵者凶器，必不得已。啊，所以讲非得已而不可妄用。所以咱讲得己而妄用，是欲先人而以兵为主，忌心兵端。吼、哦，当然吼、哦，杀伤就凄惨嘛吼、哦。咱讲必敢天地之和，不敢为主，情我自安以无为。所以咱今麦咧讲到这个，吼、哦，用兵将来的用兵，吼、哦，这古早人呢吼，常常安尼讲啦吼。古早人讲用兵有一个训言咧讲，咱唔敢主动挑战人。哦，即使人来甲咱围，人要甲咱拍，咱不得已来应战。哦，不得已来应战。哦，咱唔敢挺强前进一寸，我宁可退后一尺。哦，这就是咧讲要行动而无行动上，出手而无出手的这个吼、哦、样子。哦，但是呢吼，急、哦，吼、哦、咱讲急我手气武器而无武器的这种款。就是咧讲进攻而无敌台上，吼战争祸害莫大于轻敌，吼所以咱讲一旦呢吼轻敌，将会丧失了咱最宝贵的物件，就是生命嘛吼。因此两军啊对敌的时阵，相拍的时阵，哀悯天下苍生者必能胜利啦吼。就是咱人讲吼，人会知影讲吼，安尼生灵涂炭。死的不是人的子，就是人的丈夫啦吼、哦。要讲起来吼、哦，咱今日也无避免吼、哦、生者吼、哦，咱听讲有的人讲，我为国打拼，我主动要来去参加，啊，主动要参加的人就是啊，讲视死如归啦吼、哦。这个死吼、哦，就是咧讲到咱要为国打拼，无嘛啊争一个啥，争一个吼、哦，咱人一口气，无要让欺负，但是呢，有了上心。诶，这个亲近的、避免的这个关怀，就是咧讲咱人脉着上战争啦吼，拢安怎战都是有输赢，安怎战拢有输赢，而且呢嘛不一定会成功，所以老是在意会赢无，会赢无，吼、哦，咱若无迄个魔力，你若知会赢，咱用足侪气力，用足侪智谋啊，用足侪智谋，但是一切由他去嘛，无迄个代志啊。咱家往往最大吼，最大的力量就是啥？有余地可退就退，吼，唔通急地反击啦吼。那有余地该退就要退，上无退缩嘛，退休，也过未死啊济人。吼，忠心的力量，吼了后，那咱再过来，吼，有时阵呢吼，咱若讲学较避免的吼，咱人呢都比较安怎？较无遐好战啦，啊！你若好战用兵呢吼，有可能啦吼，死的吼是足侪人啦。所以讲兵法嘛是有道理，古早人有安尼讲啦。吼、哦，咱唔敢主动去共挑起战端，不得已的情形下，咱只有发兵应战。但是呢，当应战的时阵，咱嘛唔敢逞强啊。吼、哦，讲一定爱安怎？吼、哦，咱若宁愿退，会当退一笑，咱就让。吼、哦，稳稳当当。以避免呢无必要的损失。吼、哦，啊，咱啊待人之道呢是，吼、哦，咱常咧讲，待人之道为客不为主。吼、哦，非不得已，宁愿退却，不进寸。死为行无行，吼、哦，相无避，乃无敌，即无兵啦。吼、哦，即讲到这個，咱常咧讲吼，接触一个人呢，吼、哦，对这个吼、哦、接触，就是咧讲到虽有力量摆出到这个。阵仗的行阵，但无需用行阵来威吓，吼、哦，来威吓别人嘛。你威吓别人，讲一句较简单的吼、哦，有时阵呢吼，讲举手交锋的能力都无，但是必须要精进，无交锋袂使。但是你要打退敌人的实力，你要打退敌人的实力，你又还没准备好。但无需去攻击别人，你甚至攻击就不一定你有强大的兵力啊。但是无需要以兵力来侵略别人的国家，吼、哦，尽管有啦，你有实力啦，但是你嘛唔通用兵力，吼、哦，去侵略较小国的比较呢，吼、哦，咱讲较软的国家，吼、哦，有能力却不能以力压人，
有智慧却不以一智慧来欺人，这就是讲欺柔之道嘛吼，欺柔之道。所以讲和睦大于轻敌，轻敌就积伤五宝。是安怎讲？这个宝字就是啥？宝字是讲在咱这六十七章内底就讲了三宝：足、谦、让，吼、哦，谦让，这叫做三宝。吼、哦，咱人若是战争的时阵，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轻敌啦。啊，轻敌则易轻率行事，所以讲咱若轻率行事，咱就反被欺负。吼、哦，咱讲敌人甲咱制服去啊。啊！敌人也甲咱制服去啊！咱就造成了啥？造成了这个灭军亡身呢？吼、哦，灭军灭去，咱家己嘛啥无路好退，到尾嘛都爱死伫别人的手头呢。所以甲你讲，好就是莫大于轻敌。吼、哦，为什么？咱这个好的惹来就是轻敌嘛，轻敌则己丧勿保。所以咱哦，唔好轻敌，啊，唔好狂妄自大。局是无耻无谦，无有谦让之德啦吼。所以对你讲，丧失了众生所该具有的道德之宝，才会招来灭亡之祸。啊，这是事实的呀。吼，啊，这有时阵呢吼，咱咧讲到吼，章节内底到底咱用兵章呢吼，这《道德经》在甲咱讲用兵章，用兵章是用伫个倒位吼。咱今日也无了解吼，啊，这个用兵章呢，咱讲到尾啊嘛是干那战争尔，吼啊战争讲到尾啊嘛是死，啊死了后又阁是安怎？所以讲这个用兵章呢，咱要甲讲最大的灾祸就是轻敌啦，最大的灾难就是轻敌。为什么？咱家己都讲一句话歹听，食无三杯硬菜，啊你都轻敌，啥个轻敌？善用兵的人。伊唔敢主动啦，吼、哦！伊个防守伊唔敢主动去敢攻啦，他会宁愿防守，不敢前进一寸，而宁愿退一尺，吼、哦！这就是一个人会啊欢甲袂啊欢安尼尔，吼、哦！咱人呢去甲阵前甲阵后，吼、哦！敌人的地方，吼、哦！唔是讲你有兵器，你就有法度拍赢人，你无得错咧，你嘛无得拍赢。所以讲爱好比较拢是轻敌。啊，轻敌了后，你就会丧失，吼、哦，丧失这个赢，本来会当赢，则战到尾也变输，因为你的条件，无因为你的智慧产生了迄个好的条件，所以两军的势力，吼、哦，无一定讲人稳重伫内底你看袂到的，吼、哦、啊，所以呢，咱就讲用兵啦，小怕的时阵啦，战争啦，不得已的啦，所以老子无赞成动用武力发动战争。哦，伊今嘛甲恁讲这个吼，啊，发兵将就直接讲着用兵将，吼、哦，伊得甲恁讲烧战啊，咱有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世界大战，吼、哦，啊，这拢是咱老祖以前讲过的话啦，吼、哦，但是这几千年前讲的话，到咱今嘛必须呢吼，战斗的时阵，吼、哦，咱今日各会讲提老祖的道德经来看，吼、哦，这个。用兵将来底去看参讨看卖咧，凡些一寡将军将士吼，啊一寡吼，咱讲政府呢吼，啊咱讲做大官的，伊是咧管理这所有战术的吼，咱若加减啊去甲看这個道德经，我感觉是袂歹呢，吼，咱你啊看这个咱的汉高祖吼，汉高祖元年西元前206年六月的时阵，汉逊进攻这个齐国，楚王派这个良相，吼、哦、带领200,000的大军呢，吼、哦、去援助这个齐国。所以讲，这个齐王甲这个良，这个良妾呢，吼、哦、两支的这个部队合作伙，要来对付这个汉逊。还未交战的时阵呢，就有人建议这良相讲，汉军远征了，吼、哦、已经呢，吼、哦。力经数阵，大血专胜，来势凶猛，不可阻挡啦！吼，意在速战速决。但这齐国甲楚国呢，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当然的心较安啦！吼，军心容易安那涣散，所以被打败。唔知影讲吼，这个深交的高瑞呢，坚守不振，以避其锋。所以这齐王就派因呢，吼，这敌人的。诶，这个灵神呢，去招呼已经行，人讲行啊，吼、哦、行啊，这
哦、所有的这些还有地的这些建筑呢、哦、而且呢、哦、这个楚国大军呢、哦、要去他救必定会再度、哦、翻汉归贼嘛、哦啊、所以说这个汉军呢远离几千里、哦、人说几千里客地、哦、在那个地方不是自己的国家叫做客地嘛、哦、客地有人说客死他乡客地作战一旦贼王所有的这个城呢倒戈吼，因必然呢吼士孤嘛，军粮嘛无法度去提啊，啊所以讲吼、哦，这个贼国甲楚国就可以不战会胜利嘛。这梁请吼伊唔听，伊叫伊讲吼，你就甲困下落，你就卖甲伊战，因为伊是来咱这个所在呢，伊的军粮炸有限呐，啊伊炸有限，啊你甲伊战，你即马咧，你即马甲这个吼韩信战。啊，这韩信带兵就足疲劳，已经战足久的，佮战来到遮，兵嘛疲劳，啊嘛无粮草啊。啊，这贼王呢吼，就该讲呢，甲这个大将讲呢，讲你免去直接去甲挑衅嘛，免直接去甲战，你都甲乌托交乌乌嘞，兵甲装伫个遐等伊就好啊。安尼你唔免安怎战，你都赢，不战而胜嘛。这个梁请无爱听，傲慢呐、啊。伊讲，我知影韩信的为人甲本领，伊容易对付。况且呢，吼，伊要救济国，未经战斗，就是这个韩信，伊就会投降。伊讲吼，伊今日就做无起我老大，我若甲伊战吼，伊免甲我战，伊应该会投降。所以讲吼，伊呢，伤过了自信啦吼，伊会当透过，吼，咱讲这个伊所用的谋略，就会当战胜了韩信。对，当得到齐国一半的土地，为什么要停止战争？伊就无要听王讲啊。这梁请唔愿意坚守不战，采取了主动出击的这个战略。结果呢，韩信派兵用沙，人讲沙袋堵住，吼、哦、滩水上游，又假装失败，又使这个梁请追击。吼、哦，这个梁请呢，吼、哦、大军也未渡过这个渭水河的时阵呢，韩信就叫人放水啊。而且来个反击，啊，这济用是用厉害呀，楚兵全部投降，啊，所以讲哦，咱讲轻视敌人的灾祸是很大的，举善我宝，什么是法宝？就是不争而善战的法宝，胜不骄，败不馁，这嘛是报呢。两者就是傲慢轻敌，不仅损失了，吼、哦。不战会当赢的战机啦吼，而且佫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讲用兵嘛是爱用头壳啦吼，用兵也无用头壳。哦，咱呢，今日呢已经来到21世纪的今日啦吼，正所谓的商场如战场啦吼，咱听讲优胜还是劣汰，还是适者生存法则，哦，要适用于我们的每一个人。啊，就是讲要要求咱伫个激烈的竞争当中，永远保持清醒。要怎去洞察竞争的这个对手，一举一动要怎做出这相应的对策。所以咱常讲吼，啊，即卖的竞争啦吼，要怎出现？不但呢吼，啊，咱来去了解呢，要怎壮大自己？切记吼，以为自己已得了一定的成绩，骄傲自满，这有时会招来足大的失败，啊，嘛有时啊嘛自取灭亡。吼，所以呢，咱讲古早的这个吼。啊，咱讲老子就已经呢吼，甲咱安怎已经甲咱讲落来吼，互咱后世人后辈啦吼，啊，即一世一世人呢去观伊的这个吼、哦《道德经》，去看伊的《道德经》。这用兵将呢，伊咧讲的意思，拢是咧啥？不要以杀为乐，吼、哦，不要好胜，吼、哦，不要好杀，爱有好胜之人呐、啊，吼、哦，战都是威输嘛，都咱都卖就好啊。吼、哦，欲退以静观，就会当安怎？就会当，互咱家己呢吼、哦，咱全身而退啦。所以伊甲你讲，天道有好生啦。啥物讲天道有好生？咱人若要保全咱家己，吼、哦，爱合天地之心，就天道有好生，而恶善嘛。所以讲轻敌妄战，吼、哦，这是为逆天。所以圣君用道德之用出。哦，咱讲仁义之师嘛，吼、哦，所以当上顺天命，吼、哦，咱要怎去低沉气魄，下应民心，咱要怎去陶醉安民，以静带动，不敢为主而为客，
是持用兵，不敢进寸而退出。古早人就是安尼，所以讲吼，爱以古早人为戒啦吼。安尼咱以后呢吼，才袂安尼吼，无迄个能力吼，啊，咱就要去做迄个超能力的代志。安对咱来讲拢是损失啦吼。所以咱的用兵将呢，咱今日就甲讲到遮吼。还要搁爱收尾，后壁再来收尾啦吼。十天必成功啦吼，咱有用到这个药品啊，香药款、速茶、贡巴、小盘香、普灵灯啦吼。啊，咱讲这都是来哦，和咱的这个电台呢做这个费用，可比讲咱有香啦，中一点啊经费。好、哦，或者是讲啊，咱都有伫个吼节目中，甲咱讲金钙绿蜂胶牙膏啦吼、哦，是好用的物件，也是讲合理美也好啦，咱抹面，吼、哦、咱感觉咱的面色加足好，吼也免开足侪钱啦吼、哦。啊，咱讲不是贵妇，但是是属于贵妇的质量，吼、哦、咱平常人都会使抹，也毋是足贵的物件，但是抹起来吼，你感觉真的很棒，合理美吼。哦洗啦、抹的啦、用的啦，拢总袂歹吼。啊，咱如果讲要保疼身体啦，五行合并金的吼，女性有女性专用的金家人，虫草王，吼、哦，也够吼。啊，咱即马呢吼，上爱注意的就是讲，吼、哦，人若高疲劳啦吼，啊，咱的这个系统就会愈来愈无好，五行就会愈来吼愈无平均，连咪火气大啦，连咪困袂去，啊，是讲咱拢暗时咧做夜班呢，吼、哦，咱呢唔啦，干那三焦血管，咱的五行嘛无平均，吼、哦，这种的呢吼，啊，咱个食这个牛樟芝呢吼，咱要用干的，都是100%，人讲100%的吼紫石体啦吼。哦100%主食体就是用极萃的，吼、哦，人讲萃取，吼、哦、最精华的叫做100%，诶，即个主食体，啊是咱要食一般，吼、哦，咱咧讲的牛樟芝都可以啦，吼、哦，两项拢会使，拢有效，吼、哦，啊，咱来咧食，咱会感觉吼，五行较平均，精气神就较好，吼、哦，暗时就较袂吼，咱讲开车度孤啦，吼、哦，啊，过来就是讲伤过头无眠的人，咱的五脏六腑。对遐无好，遐无好，遐无好，所以咱讲牛樟芝，吼、哦，看你要用萃取的，吼、哦，咱讲100%紫石体萃取的精萃也很好啦，吼、哦，而且咱要食一般的牛樟芝，而且虫草王山高宝，吼、哦，咱若是有需要寄送服务啦，吼、哦，啊，咱拢会当吼，啊，伫电话当中，吼、哦，直接敲互咱的会计啊，吼，啊，主文。哦，啊是讲咱要寄衫裤，然后咱即届即统一即届，吼，咱若讲即阵啊，也个哦，大型货运啊是讲啊，咱的栽培通也个咧流通的时阵，咱就叫香哦，就较紧叫，吼、哦，过来就是啥，咱若来姜，咱先煞提嘛，无要紧啦吼。那明仔载是拜六，吼、哦，咱讲整理咱来电啦吼，啊，个要拜即个九曜星君啦吼，啊，咱若拄好有闲啦吼，有闲有时间礼拜六要回宫帮忙的。吼、哦，也可以欢迎啦吼，啊，咱的道亲也是欢迎咱的孙阿姐，有时间啦，讲咱厝内底变好啊，都有时间，要等下叫我到三江这里嘛，可以啦吼、哦。来，咱今日的节目来哪讲，来讲来到后边吼、哦，所以讲咱啊无啥物时间啦，等两分钟，唔知要讲啥要大家听，啊，所以咱吼、哦、咱伫这呢，甲大家祝福啦吼、哦，人讲。牛年哦，也嘛是同款的吼，真要紧的年啦吼。这个要紧的年，就是讲每年到底是好是歹，拢爱看咱家己的准备啦吼。有准备，人讲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身体健康也是给有准备的人。把咱的身体顾好臃肿吼，咱的免疫系统一定就好嘛吼，啊，咱的抵抗系统嘛较好啦吼。所以人讲。你要准备迎接新的一年，要有健康的身体，啊，也要有准备，然后，人讲提一点啊，吼、哦，时间，吼、哦，来让咱家己，对咱家己较好嘞，吼、哦，对咱家己较好嘞，吼、哦，让咱嘞吼、哦，有一挂啥，有一挂机会啦，吼、哦，去外口加减啊，行行嘞，吼，啊，挂朋友啦，吼、哦，啊，会当来互相祝福，金牛年行大运。啊，祝大家拢会当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然后，而且呢，祝福大家吉祥平安。咱的节目讲到这，再见，拜拜。
再次呈现到滴滴全点击苍生，锦绣不断看轻松。